五福临门，万事如意啊！吉祥如意。Angie 啊，近排真的很开心啫。在我哋九龙西区啊，近住你屋企啦，西九文化区嚟紧有个香港故宫博物馆啊，系咪好正咧？直头正啦！我直头听到呢个消息咧，都唔知开心到不得了。因为咧，故宫博物馆嘅落成之后咧，咁啊，国家将会借咧成千件啊国宝级一级嘅文物。俾我哋長期展出啦，所以咧就真係天大嘅喜訊啦！哇，原來有成一千件國家級嘅國寶嚟到香港啊，唔怪得知啦！近排好多市民喺街度見到我都話：，喂，李慧瓊，你哋民建聯要撐住西九故宮博物館啊！如果唔係咧，香港就走寶啦！係啊，我都有咁嘅情況啊，撞到啲市民，故宮博物館嘅落成不但對我哋九龍西。和整個西九文化區有很多好處之外，其實對我們整個香港的長遠經濟都會有帶來很多很多的好處。今年一開年就聽到故宮博物館這個好消息，所以我相信今年一定會年頭好到年尾。在這裡我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2017年香港踢走亂局，重回正軌，大家安定繁榮。恭喜恭喜。